我太想要了，感受不到酱猪吗？酱猪不要再来了。哦，我看到他了，哪一个？过来，这边吗？这边睡吗？对啊，等他过来一点吧。讲完自己要在那边射，来了。会地质的，小心一点。有，我看到，我知道。我们站角落吗？对啊，角落啊。为什么只有一颗透给外面？龙骑站准备，我要放了。好，好。过来，要开始无限的那个无伤了。哦，开始烧了，开始烧，开始烧，开始烧了。谁卡？等一下，烧，不是我，就是来不及呀、啊，我就有说过啊。我喝了，可是直接死了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上次就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哎、欸，教授，你那一套是负极的耐心、啊，看起来真的不行。对，你那一套是负极的火耐心、啊。哦，那我我喝下去了。有，通常是那个血条慢慢回，可是你穿明灯的话是复活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走哎、欸，所以我才换一套。那要带什么？你要看我这套吗？可以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先别换。没有，有些那珠子可以换啊。要换成耐火。我感觉应该是输出吧，你们输出直接把他压到他倒地，很难哦，就比较快吧。可以换掉啊，你可以换无伤啊，可是这场好像有点难无伤就是了，没无伤耶、欸。哦，保险机，哦哟，可以都是一只的，来看一下你的套装好吗？很不理你。好啊，什么？好啊，怎么啦？就是我没有无伤啊，你就塞一些可以加扩散伤的啊。哎、欸，杰克，你的那套给我看，你就全部塞攻击啦。啦你可以塞满攻击啊，不用动就好了啊。哎呀，那我要去做一把明灯的，没做没做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人吃爆头巾吗？我有。我吃爆头了，还有、OK， 我做一把，然后加农炮，对啊，因为要弥补那个啊弹丸节约，对啊，不过他是扩一二三都可以打啊，哦，忘记强化了。我不干别的事，我就站在原地喝恢复大。我连蜂蜜都带好了。啊，你克制什么攻击啊？克制哦。等一下哦，我克攻击，还是我躲开？克制回血。我躲开用回血没用啊？有，你扩散用回血有用，散弹才没有用。来看一下你的套装，我躲开用侧甲可不可以、啊？可以啊。好，然后再是皇后吧，皇后贝塔，训徽一套啊，还是我带腾龙装，背起来用扩散，侧甲，背起来用扩散，背起来是怎样？这么厉害的吗？这么哈扣，对不对？我空中换武器，没有想像我自己是暴鳞龙。哇！啊，你要不要进来啊，大大？我在做，我在换装备啊。不用了啦，你也是复活的吗？对啊，不然呢？哇，我也怕，怕不怕？基本上黑暗左右配出来都是复活比较多，因为明灯那套本来就复活。
不是有靠那个炫辉龙把火拉到正三啊，就是没办法再往上了。对啊，嗯，一样三三左右，就是最多就正三了。哇，你的攻击数也太多了吧？是可以啊。那我想想看要用什么好了。治愈。你的加护珠在一颗。加护珠总有三颗、啊，我看一下，三颗。那么你这样两颗就已经三了啦。要不然你再火那一颗啊，那一颗火耐啊，也是嘞、欸。加护，哎呦，刚这样打开了，看来你是要打小贝的。为什么要打小贝？他没打完啊。哦。我的体力做的，啊啊，这个放，再一颗火耐好，还是你们一开始就不要不动了，直接串转身。不行，那这样扩散打不住。我是觉得转身加烟筒吗？扩散你们太难打了。可是你转身，他转身会被其他的扩散打到啊。你有看过卡特琳娜吗？这是转起来、欸。真的，你会狂转哦，你会狂转。卡特莲娜大就用突起的大、哦，等一下，黑暗左右哦，扩散三没有，等我一下。扩散没有啦，来左哥。我上次就直接买那个扩散二、扩散三，直接买9999。太有钱了吧？是啊，超贵、欸。他买到没钱哎、欸。对，我直接买到没钱了。我说、欸、我没钱了，穷一阵子。比教主那个好。走。教主是买错。来。对呀、啊。我笑。买护士，护符也是梦。直接买四，买四颗全部没钱。等一下，无伤害加护会不会一直在叫？哦，换子弹，忘记换。这个笛子有听觉到？没有啊，这个是补跟那个力攻击力大。好了，补起。那、啊、你们要拼输出，我当然是吹攻击力大啊。走啊走，我要等你吃人影啊。等我吃人影是不是？抱歉。然后我不小心按掉一个啊 ，shit， 按错。先等一下再吹吧，我先让他睡那边，不然他等一下会在那边震地板。这地板没差。好，走起。要去哪里？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你要干嘛？我这是把没有克制弩盾。哎呦！开哦！完了！至少一波打掉哦。没他的，像雷。你没有。得了，睡可以睡了，睡了睡了。要怎么说？去后尾巴那边吧。是吗？因为我不行啊，我要站离你。那我那个杰克在这里就好了。穿。好了，好。我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有人放烟火。闹事啊！快点，来打。欸杰克，为什么你的无伤塞那么多颗、啊？要三啊，塞一颗就三、啊。我直接喝水。是假的。对啊。那就我可以换其他的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装备。
我在喝水。对啊，皇后铠甲那一套，那件衣服就五伤二了。干他妈太嗨了吧！我想说奇怪，怎么差那么多？怎么差那么多？我想珠子怎么差那么多？倒了倒了倒了！哇，锤子锤起来了！哎，再见了。没烟了，没烟了，捕尸，是错事哦，捕尸，哎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又倒了、哦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烟筒、欸，哦，对吗？我不要跟你们聚在一起就没事了、啊。啊18000的伤害。我的减少伤害和那个，我的攻击只有三颗，为什么？哦，电电吃三碗攻。我也是啊。我只记得我原本只有两颗。Nice。不过他在射出来，这把明灯娜娜中射出来声音还蛮好听的。娜娜中，就娜娜的中炉。哎呀，娜娜讲。哦，这画面真漂亮，灯不错。全 R 六好。啊！我要去克制他了，换进克奴枪啊！没克制盾牌，所以无伤不用那么多颗啊、哦。无伤只要一颗就够了，因为你的皇后铠甲衣服已经有无伤二。啊？叫我要塞什么？我也在看要塞什么。挑战者吗？挑战吗？挑战对你有用吗？他会发这基本攻击力加会增加啊，纹身哦，纹身是会心率啊，你扩散没什么用啊，扩散不吃，对啊，那耐力挑战会好一点啊，嗯，痛击也没用啊，嗯，痛击也没有什么用，并没有吧，要带啦，只好用重击珠了，KO 吧，打晕吗？哎呦，合理。我的 KO 只有15颗啊，那也不对，多塞了。因为我塞珠子，我会开着全部的状态在死，有没有？怎么看全部状态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按一二啊，你按二可以跳那个装备。详细资讯，然后他会跳到一个装备技能，哦，就可以去。我也觉得，还是要用挑战珠呢。挑战也是可以的。能不能带多七珠啊？这要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让他疲劳啊。有克制盾牌，啊！你找养，有人在想你，你一直痒，有人在想你，你想闻谁呀？这个鼻子痒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！没有乱讲的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唉，不用隔猫咪，还是有人想让你闻。哎呦，哦，
别操！我在用东西啊，刚刚在配盾牌啊。好好走，吃饭走走。Hello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他的挑战有加攻击吗？没啦。啊？挑战者可以啊。我不丢了。被丢到那前面吗？换个。